我不会去的。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有无措罩着，你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？不要放学后了，就现在吧。放手。要是你。不错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你现在是想因为这个人跟我彻底撕破脸吗？跟你用不着撕破脸这三个字吧，我们本来也没什么交情，不是吗？你是不是特别感慨我发我什么样？对，如果我现在发了我，咱们两个梁子就算是彻底结下了，这也算是种交情。可你知道我脾气，我可不会像你这个向南那样耍两下就完。你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你为什么老这么难？你怎么惹到他了？习惯了。刚刚我要是不来，你怎么这么被他拖着走了？找老师不会吗？他要报告不会吗？告状不会吗？你不是要上厕所吗？再不去要上课。你怎么知道我上厕所？你每节课间找我都为了这个。胡真，向南的朋友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跟向南关系可好了，以前都是我陪他一起吃饭，陪他一起上学回家，说不准我们以后可以三个人一起啊。向南是你的朋友，我是向南的朋友，那我们是不是也算朋友？回头再说，快上课吧。今天无措没来，他没来的话，今天放学我们一起走吧。对呀，走吧。怎么就不知道等我？你们先走吧，明天见。你的难兄难弟呢？人家现在有无措罩着，不搭理你了。一人得道，鸡犬还升天呢。嗯，滚。这个我叫你出去为了考消防手术。那、哎、你还有别的事吗？走，哥带你去认识几个新朋友，多几个人照应，省得我一个人看不住你。哥，大几个也是哥。好，快点。再来一次，那我们来。
谢楠同学，我能采访你一下吗？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可以分享一下呀？你是有什么独特魅力让他们对你青眼有加吗？夏楠同学，你不愿意回答也没关系。那你们下次出去玩的时候能不能捎上我一起呀？夏楠同学，你是白痴吗？喝个水都能进来。我们这边走了，夏楠记得周末来哦。周末？吴措没跟你说吗？周末我们有比赛，他留了票给你，记得来给我们加油哦。嗯，好。那我们打完比赛去吃顿好的。那就这么定了，周末见。他们是不是特别吵？没关系，他们人挺好的。周末我会去给你加油的。不错啊，终于知道感恩了。没百花怎么可能放弃？怎么突然下这么大雨？先进去吧，我等雨小一点就走。离家还有一段距离，这么回去肯定要感冒。到我家换一身吧，雨小一点就走。不用了吧。一定要交到好朋友，什么意思？走路送你回家，行了吧？原来是日记啊。周末的篮球赛，吴措会邀请我一起去。他昨天怎么就知道今天我会邀请他去看球赛？走，该带你去认识几个新朋友，多几个人照应，省得我一个人看不住。哥，大几个也是哥。1月29日，希望我被人欺负的时候，吴措可以来救我。1月29号上哪天？也希望吴措可以当着所有人的面邀请我一起吃午饭。喂，你。夏楠，过来。吴措，
小南，你写日记的时候喜欢把日期标成陈一天吗？为什么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你昨天就知道？这是个什么东西？你能解释一下吗？所以从头到尾都是你在用这个东西来操纵我。说话！你果然是个怪物，我以后不想再看到你，我觉得恶心。最近闹翻了，为什么？谁知道呢？他俩以前不是总黏一块吗？现在跟不认识了一样。队长给向南留了球赛票，怎么中午没见他来啊？他俩好像吵架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我怎么可能知道？今天有人在队长面前提了向南一句，队长脸都黑了。你俩是吵架了吗？那他怎么不理你啊？难道真是他们说的那样，只是因为无聊才来找你，其实并没有把你当做朋友？
遇见未来，那时候我一定陪在你左右。